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长。那我这一次呢，来到台中，来住一个豪华露营。好，那我这次是挺放心的，因为至少不是自己搭。一个问题，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还蛮重要，就是到底有没有讯号这件事情。他在讲屁话啦，这个钱是我出的啦，找他来玩。他这边进来哦，第一手吧，应该是吧？对吧？这是假的吗？这个是降屁吗？我这个是坏掉哦。来，阿俊爸。走啊。输的怎么样？把对方的袜子脱下来拿来看。好恶心。你输可以叫小姑啊。不要，我这个大的话。小白感觉力气很大。来哦。突然先出。来哦。这杯子比较好。两边都放叉子啊。OK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啊，这边下午茶提供这个，他们说是可乐果啦，好像不错吃。然后这个绿茶冻，我是没吃啦，我重点来就是供这个炸物，全部炸物，然后还有一些空瓶，就是供完汤什么的，对，就大致上这样，比我想象中还多啊。我没想说下午茶可能就是几块蛋糕，然后跟一点小甜点，然后没想到还有炸物、披萨这些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吃饱之后看他们要干嘛吧。应该就是先入住，看一下这个房间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就等等见。那我们这一次住的是帐篷，然后他这边有提供小木屋，然后小木屋是双人房，然后他二楼有两张椅子可以给你看风景，跟一个平台。基本上这边九成都是这一种四人帐，然后这边好像比较特殊，这一区是给一同出来玩的朋友吧，然后就是这五个一起享用这个空地，比较有那种大家在一起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前往这边游乐设施区啊，就这边啊，就这边。哥哥，干嘛？你跟我玩这个，我想要飞到天上去。好好好好，哥哥，你跟波波两个应该我都可以哦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让波波独自面对哦。靠在后面。对。好，来，沾沾裤子哦。好。其实也还好啊，还好。我快碰到地板了啦！不想踩上去，快碰到了啦，会痛。然后这边我觉得就是稍微打发时间一下了，就是你可能有带小孩，然后那边可以丢那个球，然后射箭啊之类的，还有一个小车。啊，我觉得主要是应该是在游泳池跟晚上的烤肉趴，应该就这样。然后等一下就。对啊，我就跟你打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打他哦！打他，打不出去，哎，算了。我看能不能救到小姑，你要救小白。哈哈哈！自己先救，好，我去先救。Nope。我觉得我撞成一波火，小姑你帮我来一下，我跟波火互撞看看。你在那边好，我给他把你送去那边。开始。好，一二三。Yeah, boy。有豪华露营，只有住过一间是那个。有人吗？奇经的，没人，这间只有我们而已。外面。住过冷气在上面吗？对。他这边冷气真的很凉，然后他有附这个热水壶、水、杯子啊，然后这个吹风机，然后那个室内拖椅子，这还有个沙发，然后两张床，四人房。今天就是我跟如哥、波火还有菇头一起睡。这边今天是怎么分配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分配？小姑，没有，我一张，你一张，然后那边一张，卢哥，一卢，小姑吹这个，小姑吹这个可以，你躺看，这是经过你设计的，你要说你躺，欢迎登场，他睡这个位置啊 ，OK， 丢开，他睡这个位置，你的位置就这里了，我们都分配好了，冷气很凉，赞，然后还有冰箱，差点忘记。有没有附啤酒？没有，失败。你扣分。怎么没有附啤酒嘞？啊，主教，怎么没有啤酒嘞？失败。你这很丑耶。那这一次这个豪华露营跟之前奇经的那一个比起来，我觉得让我最有感哦，就是这个房间里面有自己的卫浴啊。
各位看一下啊，干湿分离这是可以拉的，然后它有附洗发洗身体的，然后洗发哦，对，还蛮大的哦。这里面不知道附什么，然后这里面是空的，然后厕所啊，然后这个灯还蛮亮的，我觉得挺赞的。他们人呢，现在去游泳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四个爱干净的男生住的房间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就很多袜子放桌上啊，然后这个桌子放衣服啊，然后床啊长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四角裤外露，看得出来是爱干净的男生住的吧？对，那我现在呢，就准备来休息。出来玩我秉持的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。那我现在就是要来贯彻这个信念。各位晚上见。看到我最想夹的东西，都可以夹吗？对，哦，都可以哦。啊，可以选夹吗？这个是来这边住宿就可以直接吃吗？还是要付费？这个另外付费。哦，另外付费的。这样子的话费用是多少？如果850啊，850，还是吃到饱这样子？对。也不知道他们要拍多久，肚子好饿，还是我先偷吃。哎、欸，好吃呢，好吃，拜拜。贡丸，我们战神开吃的是不是？当然不，太好战争了，这是香肠，烤香肠。嗯，他们怎么拍我？我已经吃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对小白头上那个风车有什么想法？很可爱，求生欲点满是。小白。小姑说你戴那个很傻，哪有？我说很可爱，有影片作证。没有啦，他说可爱。他生气就会转。我们已经吃了差不多了，那我自己觉得呢，他这边吃一个人是850，然后850只含里面的冷食跟外面的烧烤，他这个肉就是这些牛肉啊。都另外加钱，我自己觉得 CP 值也不高，没吃那么爽，而且其实冷盘也不算多，然后烧烤就差不多那几样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晚餐可以考虑一下，啊，下午茶我觉得还不错，下午茶那个东西还蛮多的，我觉得吃一个气氛，嗯，就是真的景漂亮，刚夕阳超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营区晚上的景色哦，其实没有想象中暗啊，就是还蛮明亮的，就基本上地板什么都看得到。然后我们现在吃饱了，准备前往去那个，俱乐部吧，好像是玩什么，玩撞球那些的。然后大家都喝了点酒。然后什么声音呢？很大声啊！惨啊！哦，什么？啊？哎呦喂！吓我吓一跳。可惜的是撞球桌只有一个、啊、所以就是玩的话要排队，然后他还有健身房 Switch 可以折板一个小桌子，然后可以看电视，然后两台可以健身的，然后唱歌，然后唱一首歌是30块、啊、对，可能唱个一首一直就走了吧，大合唱啊，30块，就是 F 呢。那我现在离开 KTV 啦，这边晚上景色还蛮美的，只是哎呦很呐，哎呦我的，要小心啊，因为在这种路灯的地方，很多那个什么蝉哦，对，他们好像有趋光性，我刚才走过去 KTV 那边就被四只蝉撞到，160，哎呦喂，都突然飞起来，吓死了。到我们的帐篷了，那等等呢，就是。应该洗个澡之后就没行程了吧，然后就大家各自的帐篷休息，因为今天行程就差不多这样。对。A few hours later，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，你看到没？可以把你手机递下去。我现在怎么睡？滚三小。滚。
他先喝醉了。他你啊巨婴，你妈！这个最快。好啊，那今天这个行程呢，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景色不错。它价格我查过，平日双人房是7900，好像含晚餐的样子。所以我自己觉得价格是偏高啊。然后这边的游乐设施，讲真的，收，然后也有撞球啊，跟那个 Switch 啊 ，Switch 我们是没体验到。然后撞球的话是你要拿身份证啊，一次租就一个小时。所以如果说你是假日来，十几组客人，那基本上应该是排不到。如果是想要来这边玩 Switch， 你的房间的钱你可以买一台啊。哦对，他四人房哦，含吃就13800，然后就像小姑说的。你也可以买一台 Switch， 可以买一台，跟买一堆游戏。对不对，然后如果车费应该可以在家买一个萨尔达，赞了。Little time, 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.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